旋律加上复古元素，去年跨年有 PPG 陪伴，可能真的太想台湾了。不到三个月， PPG 又再度来台与粉丝会面。华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PPG， 大家好，大家好。我爱你们。中文实力完全没退步，就是要让粉丝感受到满满诚意。但除了见粉丝 ，PPG 这次来台可是有其他目的。우육면을먹어야된다고생각하고요먹고싶다호구호구도먹고싶고시간이된다면야시장구경한번해보고싶지도부초도表情都透露着拒绝，看来要吃臭豆腐，女孩们还得再多点心理准备。屡次刷新外界印象的 PPG 在今年回归，改走酷帅风格，三人各有特色。如果有一部自己的电影，成员们又会是什么角色呢？은하는약간그귀여운여주인공역할약간아그건아니다귀여운여주인공역할그리고약간이친구는그반장그똑부러진반장역할똑부러진반장여주인공舞台上 PPG 展现魅力，私底下的他们聊起天来却亲和力十足，活泼又可爱。PPG 也想趁疫情解封之后和全世界的粉丝 Nabi 们见面。Bling bling。华视新闻林丽婷、方丽婷、杨文尚台北报道。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